1866.2万，是我目前最牛掰的，没有之一。没有他从这个位置拍。你这么说，我得录一个，说不定多少斤几斤，说不定又来个传奇啊！找个好位置拍照。哎，你看，所有人都在。那这个位置拍是最好看吗？对，这个位置。算了，他那个车就是他们给改的。他把门先锁。哇哦，翘起来了。飞机在大概几米之外。肚皮好涩哦。把你的尾巴收一收吧。欧柱开始，波浪亮起来。欧柱，这样吧。我靠！不怕了，不怕。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是这样子的，不用想。不用想，大瓜就不来了。都不差钱。翘。刚才那样翘得高，那家都翻了，也没翘。这个也要翘。桥壳挺硬呀，我顶到了。我就是这么顶，向上顶，把那个后壁顶断了。A 柱，这回挡不着了。硬刚，你看。对，先倒一把，倒一把，好，好，往左边打，对，就差一点点，他的车身高了。这搞玻璃就烂了，玻璃已经烂过了，已经烂过了。加油们，好，搞起来！好，好，哇塞，见过过弱的，太漂亮了。我手里没有电了，可以。你站着可以不动，站着不动可以，蹲也可以。